Deyang Disabled People's Feder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Hong Kong Red Cross, and the Rehabilitation and Prosthesis Center in Deyang City became fully operational on November 3, 2008. With the sponsor of Deyang Disabled People's Federation and Hong Kong Red Cross, it's a community which provides service to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那我们一般有哪一些措施去帮助他们康复？我们有专门的心理的治疗的部门，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在他给他做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存在一些情绪或者是其他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会转介给我们的心理的临床的心理学家。当时受伤嘛，因为小孩也比较小，小孩子刚好嘛11岁嘛，我就想的是，然后是自己清醒，自己伤口处理好一点。就是等后事安排好一点，就死掉算了，没有活着的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因为这么年轻，老公也这么年轻，不可能守着你终身。但是其实我想错了，因为在后面的时候，老公护理好细心哦，还有就是在医院的这些，就是医生也鼓励你嘛，就是说即使截瘫了还是可以的。截瘫的病人其实地诊的时候截瘫病人很多的，他说人家一样的活得很好。哎，慢慢的想也是啊，国家花这么多钱，如果把你救出来，你就自己去自杀掉了，真的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我们的那个这些就是爱心人士都对不起。所以说，哎，想好好的活下来，活下来以后就啊，既然想活下来，就想活得更好一点。好，就以后就是不管做什么，就是都听老师的，不管了，活好，就是坚信自己能走路，开始没有想过会走路嘛，现在就是想的是现在走的不好，但是想的是以后能怎么走得更好一点。从最初不能走路到走路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好多心血来让我走。第一次走的时候迈一步，那个汗就这样顺着头发就掉，我就这样抖。但是老师都说你不要怕，就是说一个老师扶不住你，我们会有两个老师跟着你的。我当时真的好感动，第一次感动就是在就是刚好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曾先生还有那个王老师嘛，不是他就看我这个假肢还有侥幸鞋，因为我当时没有住侥幸鞋的话，当时我是安了假肢过来的，他们就看我对线不好，我这样站的嘛，因为我这站不稳，站在双杠里面就是扶着也是这样站的，哎呀，那老师一跪就下地去了，就跪在地上去检查我的假肢，我当时都想哭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只要打电话通知叫我们过来做一段时间的康复，哎呀，我们好高兴，跟回家一样，比回家还高兴，因为这里嘛，每个人都是笑，就是笑眯眯的对待你，你感觉那个，那就是那种感觉嘛，比回到家里还高兴，真的，我们。只要这边一打电话，我们就是哎，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其实我们很想到这里，真的很想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帮助你的这些工作人员或者就是怎么说呢？3周年了，我们现在就是说，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已经自理了嘛。就是很感谢，就是我们德养残联的领导，还有就是香港红十字会的这些，还有爱心人士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肯定今生不能走路了。